学会了，好期待哦！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呢？啊，胖胖姐姐，你在看什么啊？看得这么高兴？这个啊，是小学同学会的邀请函。哇，一想到以前上课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开心哦。我也觉得上学最快乐了。我最喜欢下课的时候，听到下课钟响，大家全部冲到操场打球。哎，我们也会，一到哈扣下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冲啊，赶快跑去圆通票，就是操场。妈妈，那你觉得上学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啊？我最喜欢跟同学去福利社买好吃的零食，大家都会买不一样的，就可以相互交换吃哦。妈妈最爱吃了。哎呦，点点你也很爱吃啊。我以前也好喜欢去福利社买零食。哦，这样想一想，我们的年代也没有差很远嘛，还好还好。哈扣下课，哈扣下课。彤彤姐姐，你有看到点点吗？他把我的水草盒拿走了耶。点点说哈扣之后要去公园写生啊。可是点点只拿走水草盒，没有拿画板和水彩笔耶。哇，圆通票操场，圆通票操场。彤彤姐姐，我找不到点点，你知道点点去哪里了吗？他说要跟同学去圆通票跑步啊。可是点点昨天跟我约好要去吃东西耶。怎么会这样啊？福利社，福利社，福利社，福利社。彤彤姐姐，这盒饼干是我特地在学校的福利社买给你的哦。妈妈好好哦，还特地从福利社买饼干给我。嗯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20元，谢谢。送我礼物还要收钱哦。福利社，圆通票，哈扣，这三句客家话小朋友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克布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加油！